是不是给我们淑珍老师掌声鼓励一下啊？也给国安的老师来一个掌声，真的是国安的老师棒极了。哎，安和的老师也是非常棒，把他们调教成这么成功的小朋友来为我们演奏哦。好，接下来呀，哎，小朋友，最近有流行一首歌耶。哦，我做这个动作你就知道了吗？是吗？来唱一小段吧。你们破梗了耶！那我们现在呢，就要来一段小小的表演哦，来，掌声欢迎一下我们的老师在哪边呀？大家好，知道我是谁吗？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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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什么鲁川达老师我不认识。我是 Pinko 太郎的，我是 Pinko 太郎。我介绍一下，各位知道是谁吗？有没有人知道他是谁？不是罗永峰老师，是拼口大叔的是。知道他是谁吗？啊？不是王俊哲老师，是拼口弟弟的是。我们今天第一次来国安，啊。一定要带大家跳舞，但是等一下我需要各位小朋友帮我唱歌，所以我要先教你们英文。大家知道我有一支笔怎么讲吗？哦，这么厉害！我的小朋友英文这么好，哇，第一次来国外真是吓到了。那我有一个苹果，英文怎么讲？Good， 哇！那我有一支苹果笔，怎么讲？好，非常好。那再来，凤梨怎么讲呢？好，我有一个凤梨，怎么讲？好，重点来了 ，I have an apple， 跟 I have a。Pineapple， 为什么一个是一个是 an？ 非常好，有人答对了哦，这个班厉害，因为有母音。如果人英文单词第一个是 a e r o u 是母音的话，前面就不用用 an， an apple， an pineapple。好，各位小朋友应该都知道怎么唱了吧？等一下要大声一点哦。OK。你们不大声跳不起来啊、哦！你如果太小声就要下课。OK， 老师谢谢。
小朋友唱得非常好，我决定要带三个小朋友上来跳，有没有小朋友自愿？那个请平口大叔下去抓一个人上来，平口弟弟下去抓一个人上来，三个三个人太多的话会危险。只有三位啊，只有三位啊，要把握要把握，太多了就不行了，只有三位，停停停，只有三位，停，只有三位哦，停。那请你们在下面跳。好，在下面跳。在前面跳。也请各位小朋友全部站起来，不可以置身事外。如果那个哪一班跳的不认真，等一下全部坐下来看他们跳，要认真跳哦，不认真跳没有结束哦。可以开始了吗？大声唱，大声一点，不够大声，举手，那等一下圣诞老公公可能就不会发糖果给你了。那表现得很好的才有哦。来，我们的圣诞老公公，我们请我们的幼儿园小小鲜肉，对不对？来，请他们来，接我们的圣诞老公公，要带到班级上去发我们的礼物喽。来，一个接一个哦。那等一下，我们圣诞老公公。他们呢、啊、有他们的工作哦，一年级的有一年级的圣诞老公公，有二年级的那个圣诞老公公，还有麋鹿姐姐哦，所以等一下到了班上去，你可以跟圣诞老公公拍照，也可以呢，可以抱吗？
没关系哦，他们很愿意让各位报，所以呢，小朋友等一下呢就一个感恩的心，还有呢一个欢乐的心，欢迎我们的圣诞老公公现在出场，放个学年去发我们的小礼物、小奖品哦。好，下去喽，好，下去。